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滴水灌溉基础知识，节约我们煤滴水。我们呢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很抱歉，请稍后。Sorry about that, but everybody welcome. 好，欢迎大家来自滴水灌溉基础知识，节约煤滴水。这是我们是和我们 Valley Water 一起合作。你可以看到本次项目将提供四种不同的语言的翻译服务，所以在屏幕上请选择大家想要的语言。那如果你的语言不是英语的话，你可以现在就进行相应的语言切换选择。我们是谁？我们是 Daily X， 是环境保护教育的非盈利性组织。我们有着这样的目标、价值和标准。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社区打造成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我们进行，我们支持不同的项目，以及在网络上的这些项目。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提问，欢迎提问在下方的 Q&A 的环节，并且在最后的，在最后呢？我们也非常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那接下来请 Nick 来自 Valley Water 发言。Thank you, Eva. 好，谢谢 Eva。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关于 Valley Water。我的名字叫做 Nick， 我是来自 Valley Water。我们很激动可以开出这项计划。Valley Water 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水利机构，提供水源，对接近200万人就住在南湾附近的。我们是水的这批发商，我们和城市和13个分销商一起合作，来为我们整个 Santa Clara 县的社区提供干净、卫生、可靠的水。在加州呢，那这个节约水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今天和今后的这个持续用水的健康安全。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讲到很多在你怎么在你的园林里面用水的安全和节约用水，我们都会讲到很多。好，下一页，谢谢。So, 就像我所说的 ，Valley Water 呢是鼓励大家多多参与在这节水计划。怎么我们会有一个灌溉的这么一个 rebate 这么一个折扣的计划？那就像这种管道接线一样的，就像图片当中所展示的一样。那基本上的这个折扣呢是2.5毛每平方公尺。那这个折扣的上限呢？上限是$3,000。我想强调的说，那这种灌溉，图片上的这些灌溉系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信息。我们有着我们所批准的这些样式，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好，下一页，这还有一些这些展示的样本，不管是单线、双线还是怎么样，那这些都是取决于你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花园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选择。如果你在想在你的花园里面一定区域里面做低段灌溉的这个
浇水，然后其他地方呢又是传统的喷水。好，那又是不一样的情况。那像这种情况呢是，这种情况的折扣呢是2块钱每平方英尺，然后最多呢是1500一平方英尺，也是上下也是3000块钱。那他参与的地方呢那如果对于住在 Morgan Hill 啊这些 Tripartino 啊圣何塞市地区，那这些地方呢是3块钱一平方尺，然后呢对，这是对于一开始的1000平方尺。那如果说是在 Palo Alto 呢就是4块钱。那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种折扣，希望大家也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在长期而言也是节约效率。那说到我们有 inline 的这个管线状的灌溉，这个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灌溉的系统，有这么一个控制器，那你想要一个更高效的这么一个控制器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可获得批准的，像这种水表啊控制器的这种清单。那这些呢我也是欢迎大家多多申请。那你希望大家可以更顺利的来得到自己的这个折扣。我们在那我们会在下周的某些时候给今天所有的与会人员发电子邮件。你大家也可以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 watersavings.org， 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来获得。那如果对于我们的计划或者任何的节水计划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非常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在网站上也会有更多的今后的网络研讨会和讨论会的这些信息，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很多有用的信息，欢迎大家来多多访问我们的网站。那接下来呢就请下一位专家发言，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Nicholas， 大家好，很高兴今晚和大家在一起，我很激动来告诉大家这个滴水灌溉的基础知识。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这是个很好的资源，来自于 Daily Ag 和 Valley Water。 我会鼓励大家作为一个，这是一个开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要学习来体验一下科技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希望今晚你可以有很多的收获，可以将这些变化呢也带到你的加州，你的这个商业机构。在介绍我的名字是 Chad， 我是来自Chino 园林景观的管理公司，我们是个大型的园艺景观管理公司，我们总部在圣何塞，东湾啊，蒙特雷啊，基本上整个湾区都有业务覆盖。我一直就是我这辈子都是做园艺管理的，所以我的父母啊这些也是做这个行业的，我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些的资源的管理的经验。所以说我们的团队的目标呢，我们是有很多的经验的，我们的目标也是更高效的使用水，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的工具呢可以节约水，并且尽量高效的利用水。作为滴水灌溉而言，为什么要选择滴水灌溉呢？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认为这个滴水呢是一个非常有多变性的，
它可以有很小的区域啊，或者说是大的开放型的区域啊。 不可以有，不管是有海拔高度不同地方啊，花床啊等等各种啊，各种的场景，它都是非常适用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高效性，它是90%的有效性，可以让这个植物获得这个水，使用水。啊，你可以看到很多次说水就是。 白白流走，从人行道白白流走，你要想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那灌溉就是更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想要蒸发达到最小量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浪费。That's what we need for our soil. 所以那这也是适用于，并且滴水灌溉也非常适用于这个水流很速度很慢的这些地方。 这也可以，滴水灌溉也对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如果你想滴水灌溉呢，就是放，就下植物旁边放一点点水的话，会这样的会减少对于植物的叶物啊，树叶啊、树干啊这些枝干啊，减少不必要的水的接触，减少霉菌，也是更高效、更安全、健康。 那不要把水浇，我们经常说你不要把直接浇水浇到叶子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根就吸水性就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灌溉还是非常好的。那这是一个图片，是一个很典型的花园。这个我们很快来讲一下，大部分我们知道，水表家里水表是基本上是由市县或者。 哪里的水务管理局提供的，很多时候呢，水呢是到家里面，我们会有做这里做一个连接，将水带到我们的灌溉系统，通过有这么一些节水系统，那这样我们灌溉系。 就做些阻断呢，然后就确保这个水灌溉用水不会灌，不会倒灌回到我们家庭用水。接下来呢，到一些阀门，这些可能是手动的，或者是遥控的，在装在墙壁上的远程控制。在这个阀门之后呢，会有一些元件，那就是我们的灌溉系统，在这里看，就在这个草地上蜿蜒展开的。我们今晚所讲。 就是这一块这个区域的灌溉滴灌系统，所以我们继续。第一个元件我们要讲的是阀门，这个阀门可能是很简单，就是手动来拨动的，那就在家里面就是一拖二。 或者说也在旁边的这种系统，这是一个组合，防止倒灌的，以及这么一个阀门，也有可能是专为这个管道的管线的这个阀门，或者说是这个脏水系统的话，有个清洁系统，那这样也防止可以更好的这个。 这样更好的将脏水排出去。这个紫颜色手柄呢，每次你看它紫颜色的时候呢，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循环用水，就是不适合人饮用的。所以，那我们把阀门弄好了之后。 Pressure regulation is where we take that incoming pressure that's supplied by the city or whatever we have at our site. Sometimes pressure is created by a well and a pump and a pressure tank. But whatever that method of delivering pressure to our system, we have to regulate it because a lot of the cities deliver water to our home or our site that's 50,
60, 80, or 100 pounds or higher in pressure. That's pounds per square inch. So you'll see PSI used a lot this evening. Pounds per square inch is what that stands for. So we need to regulate that pressure down to an appropriate level. Most drip irrigation systems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ork at either 30 or 40 PSI. So that's the majority of pressure regulation that you're going to see. Now, filtra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at water that we deliver through our drip system is very clean and free of particles that could clog up our system. We're going to get more into that, but drip needs very clean, debris-free water to work properly for a long time. And sometimes these filters and pressure regulators can be built into the same unit. So here we have a pressure regulating filter system. It's all in one, and it can do both jobs. There's other types of filters. We have stainless steel mesh, or we have disc filters. Disc filters are especially good if you're on a well or you're drawing water through a pump that is in a pond or a canal ditch. It's really good at trapping biological particles on these discs inside this filter. So those are the first two important parts after the valve. At the very end of our drip system, if we do get particulate in there, debris, dirt, so on and so forth, we need a way to be able to clean out or flush the system. So with that in mind, we want to have these flush valves installed on our system. Now, they can be automatic, like the ones we see here and here, that every time the system turns on, it can purge out a little bit of water. And so it's constantly doing a little bit of flush to move any debris downstream and out the end of the system. There's also more manual ways. You can use a figure eight right here, which you can use to just crimp the end of your drip line. And then when you need to flush the system, you remove it, let some water out, and place it back. Or you can step up and have a little small inline ball valve that you can just open and close when you need to flush your system. We're gonna talk more about flushing your system later when we get to maintaining our drip system. Now, one of the basics of a drip system, but it's often overlooked, is soil staples. You know, they make a few different varieties. Some are better than others. This little crimp one's pretty good. It helps secure it in loose dirt. But most manufacturers and myself, we're gonna recommend you put it in at least every 36 inches to secure that drip line right where you want it to stay in your yard. Now, one thing to note, little pro tip, use the rounded top staples. Those won't crimp or pinch your drip tubing. If you buy the squared off ones that are made for fabric, to secure fabric, it could pinch your system and cause problems. So grab those rounded ones when you're doing your system. Next in a drip system, let's take a look at fittings. Now, when we're putting together a drip system, we might need to make a right turn with an elbow. We might need to tee off with a tee fitting. And there's all different kinds of fittings. You see, I put a lot on this page intentionally to show you that we can use barbed fittings, which go inside the tubing. We can use compression fittings, which hold onto the tubing a little bit more gently, but can be used simply and easily. There's also these locking fittings where you can actually turn and screw down and lock into place the drip fittings. And the nice ones about these are they're reusable. So if you choose to re-lay out your system, reformat it, redesign it, you can unlock and remove these. A lot of times with these barbed fittings or compression fittings, they're really not very easily removed and therefore not very easily reusable. A lot of times we end up ruining them trying to get them out of the drip tubing. So there's tons of different kinds of fittings. We can't get into all of them tonight, but just know that they're an integral part of laying out a drip system. Now, just all together real quick,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this kind of comes together in a very simplistic fashion. Let's just say we are going to be using a faucet that we attach a simple timer to. And then here's a simple little backflow preventer. This one happens to be just a vacuum breaker, where if the water tries to get in the system, so we've got that filter.
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系统。这就是我们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水龙头的这么一个，那差不多呢，这都是一个二分之一寸的主线的管道。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是非常简易可以组装的，也是可以手动来弄的。这是非常从我们这个灌溉系统支出而言，也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能使用的。他们接下来呢讲的是可供选择，但是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些部件。大家能看到在这个图片上面的，那这些非常有用，会可以让你知道这个灌溉系统呢是不是正在工作。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那如果说这个系统不工作的话，如果正在工作的话，那黄颜色它会伸出来，对吧？那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是只有这个系统里面的压力是超过20磅的话，它才能工作。那你知道这个系统在工作，你也知道这个系统里面的压力是有起码有这个20磅的压力，所以你也知道这是非常他们正在正常的工作，正在正常的灌溉等等，能够使用的。另外一个呢是，还有一些特定的这么一些灌溉系统呢。就是将这个空气带到管道当中，我们可能需要这些阀门，取决于我们的想要什么样的。那这个制造商呢，可能说会有这个空气释放的这么一个阀门。那你如果说你想要这种的话，那你肯定想要尽快的把这个空气给打进来，打出去或者怎么样子。那所以说你要是放掉这个阀门的话，也是非常很好上手的。那另外有一些是可供选择，也是很管用的这些工具。那有一些是 polyethylene， 是也是非常轻的这种塑料。那如果你经常做这种事情的话，你可能想要一个管道切割器，那这样就可以防止你的剪刀弄钝。你可以用买一个专门的这切割器，或者就是专门在管道上戳洞的，或者你可能想要像这么一个工具，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更轻松的来打开这个管道阀门，而不是光用这个手。那以及这个工具也可以锁住这个管道，锁住之后呢，然后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柄。这一边呢，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二分之一寸的管道当中，然后把这个管道撑开一点点，然后就可以再接到另外一个管道当中，更容易一点。那这样会更容易一点。所以我们来讲两种不同的灌溉，滴水灌溉。第一个呢，我要讲的是，如果你记得在 Valley Water 的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当中，这回扣呢只是针对这个 line source 这种情况的。 line source 可能对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很好的选项，但如果你想拿到这个抵扣的钱，你要定住这个 line source。另外一个呢是 point source， 就是这个点状的这个水，它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呢就没有这个抵扣，所以你要记住。我们接下来呢就讲讲这两个不同之处啊。好，我们哪里会用到这个点状的这些资源？最好呢是你有这些植物呢。在不同的地方的，就是你的植物呢分散在各地，你这个当中呢还是隔着一个很大区域呢，我们会选择这些点状的这些资源。你可以把我们就是在这个靠近植物的这个管道的这个地方
把它打开个小口子。我们是用加仑来进行要来测量的。那转换过来也是用线状的这个电状。那 inline 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那可能那就是对于低凹系比较潮湿这些地方可能更管用，在比较均匀的覆盖的这个灌溉，那我们呢是用英寸来进行测量的，所以测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用加仑来测量的，那我们来我们现在看一下，那我们稍微深入钻研一下，你们有两个要点要记住。有一个案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系统，我们在我家你可以看到在消防站的一个系统，有一个管线系统，你可以一直绕过去，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也可以使用这个干土，这个呢这个是饱和的一个土，这个是具体而言是这样，我们不一定要付出这个一定要用这个计划，那么你看到有些蓝点在，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加上标记，那么再说一次，就是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疏散的一个种植，你可以看到每到处都有，你不一定看到一定全部覆盖，就你看到这是一个到底是看这个来源的一个方向，我可以只给你们看，你在这具体而言你可以看到黑色还有一个 Halfin Halle Hustling 有可能是两三英寸的一个管线，你三英尺的管线，如果你要是买一个大的管线，在你在安装的时候你要把它散开来，你可以把它们呢然后呢让它们干，你可以让太阳它们可以让管线有记忆，你在那么然后呢就没有晚上的那么冷却，然后呢早上它们恢复记忆，这样的话你可以让这个整个的一个管线呢冷却，然后呢再把它懒得去以后可以很容易铺开来，在这个先把它卷起来，让有太阳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冷却了，然后把它放到你的这个呢是很烫的这个管线，但是很容易操作，然后呢你还有另外一个技巧，就是说你有不同的你有100英尺也很你把它吸进去，你如果你不需要不用买整卷，有的人有100英尺，有的就好像200，有的人买250英尺，你不要买整卷，你看你需要多少，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小的技巧，要买小，你买小一点的这一次技巧，然后呢让它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呢一个主管线你还有很多英，你还有说四分之一英寸的这个小管线，有不同的管线，有些人有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个一段一段的，但有些人不是这样，这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你有很多选择，你有这个仪表，你有很多很漂亮的，有很简单的，有的人是一次一个整体的，有不同的用于不同的目的，我不用每一样都讲，我可以讲一个具体的，在稍后我跟你讲个具体的，有可能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你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少加仑，当你在测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表面，比如说半加仑一加仑一五十，每一个闪闪都有自己的一个颜色，当你能够确定每小时用多少加仑，这是另外一个
一个重要的。那么你要每一小时测量有多少的用焦焦轮，这就是我们的。你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喷射器，这就整个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滴水的系统。你看到每分钟有多少的焦轮，所以我们要确认呢。那么所以说我们呢确认呢每小时多少，有的人是按照小时来计算，有的人是按照分钟来计算的。所以说你就有一件事情，有一种专利的我跟他讲的是，你要怎么去就是说是补偿压力的一个放射器，你可以放在就比较用个 PC， 这个主要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喷射器，在那个保持同样的一个输出量，就是说菌管，就是说在内部的压力是水是不一样的。那么可以说呢，菌管有很多的压力，它是剂量是，如果你的就是说三十四十或者是二十五或者是三十五，不管这个压力有多大，你就可以凭这个压力，你这发射器里面水是平均的。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你有不同的水的量从这个喷射器流出来，取决于这个压力。因为你可以说呢，它可以把水压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测量每小时有多少。如果你要是很好的一个，如果要让它能够使用这个系统的话，那是很方便的。那有的是有斜坡或者有一个草地系统的话，你可以用这种系统，明白了吗？那么一次性的一个补偿性的，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一次性的。PC 的一个喷射器呢，它的不是运作很好。如果你的压力低的话，那就不行。就像格雷迪说过，我们使用，比如说是使用一个雨水桶，那个叫水压的话呢，在这个水雨水桶里面呢，然后呢可以抵空给你补充水量，那么他们需要更多的压力，那么以便能够正常的运作。如果你要是你的这个一个具体指标的告诉你们到底它是不是工作是不是正常，如果你要是水压很低的话，那么你要很引起注意了。那么另外还有不同的一个要组件，那么你可以个人，我认为的话你不一定需要滴水系统，比如说是微喷射，或者叫做有个就是喷射器的，它喷出线状的这个水，或者是很漂亮的，你可以说是微喷水器，这个都有不同的类型。那么尽管这么说，你要很小心在使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天壤之别。不同的是，有的是一小时几个加仑，它是一个 shrub 的一个类型的，它呢就是水压很高，这样有可能呢。也有可能十、十五、二十五每小时用这么多水，也有可能这个是很容易，你可以看到这个 shrub 的 CT 是，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弯曲的，那么这样的话有很更多的水会喷射出来，你要很小心。我不建议你用混淆，比如说 shrub 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设备，你把它混在一起，那你很复杂的，你把它你要跟踪你到底要。那么你可以看到，在同一个体系当中也是很复杂的，要区别使用，所以我要要求你小心的使用。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有些好处，这是很简单的。你可以看到有你把它，你可以看到一个点状的一个资源的好处，很简单。然后你可以保证这个新植入的这个花园呢，能够让它呢有生机活力，然后呢不是那么贵，然后呢。这个呢可以说，所以说我们要有计划。最初的话呢这个不贵，这个你说最初我只能说最初它不贵，原来它不贵的。你接下来看下一个，你们有一些不好的地方，缺点是什么呢？那么首先的话，你要去培育这整个一个的喷滴水的体系，随着这个植物生长的时候，然后呢要等到随着这个植物的不断的发展成熟，你要不断的要增加，把这系统也要不断的增长。那很多时候呢，它就会这个系统呢就会超过这个灌溉系统能够提供的最大的能量，所以说那可能
这些东西呢就不能够工作了。所以你要很要小心来选择这些的发射器呢，都要符合自己的这个土壤的类型啊。那土壤类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还有呢，那除了这种小型喷淋灌溉，还有呢人们呢就喜欢增加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发射器，我要在这儿也要浇一点水，那里也要加点水，那很多呢很多这个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超过了最多的这个灌溉量。所以这些比如说小喷淋头啊，微型喷淋啊，这些都是非常不规则的，所以很难来就是正确的来规划。所以在这个特别在这个灌溉系统当中，这个你要非常仔细的来计算我一共会用到多少水针对每一个植物。所以呢我会说那可能这是为什么说这是 Valley Water 并不提供对于这个点状资源提供任何折扣啊。那还有一个你看到这个美丽画面对吧，你会看到有些人呢说那这可能对于点状资源而言这是个很好用的。对，这一开始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接下来几年之后呢变成这样子了，还是相同的花园。所以说就用水变得更密集，变化很快的，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想这个花园会变得多少密集，那我这每棵树需要多少水，你要预先都要想到在点状资源的话，你都要想到这一点，今天明天今后。那下一页呢，接下来就想到现状资源。那现状资源呢，有些人就想是这个灌溉线，那就是那它这个灌溉器呢就在管道当中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中，你看这个两边有圆圆的，那中间呢有一个小的洞或者裂缝，水呢就是流出来，这里面就有水表，有这个监测，那这在两个管子当中，这样就可以均匀的分布。这个就是现状资源，这就是也是 Valley Water 提供折扣的，这个也是一个施工图，我们会想，那这里呢，今后也会增加一点。那我们现在呢，想要做的是整个花园的分区，我们不希望说在植物的当中会有干燥的土壤，而是说我们希望在规划的地方都有均匀的灌溉。所以你要想今天明天下周明年等等等等都要事先考虑好。这是一个很快速的举例啊，这个专业的计划是什么样的，你会看到我们是在管道是均匀分布的，这水，这是阀门，蓝点线呢是管道，我们稍后会讲到，那这是一个正确尺寸的这么一个运输管道，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就是冲水，那在我们最后都会看到。就分区最后都会有这么一个功能，这下面每一块都是我们的分区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很漂亮的一个专业的规划，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怎么样的大概的现状的灌溉是什么样的，这是细节。那我们阀门在上面，我们把水呢通过 PVC 或者是一个 poly 管，这是我们有足够的水通过每一个管道在中间的，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第二个的 PVC 或者是 poly 管，
这样就可以支撑这个水供应，也可以让这个灌溉更均匀。那下面呢，还有一个冲出的这么一个功能，可以保持我们系统的正常。这就是一个很比较清楚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描述图。好，你要记住的是好处已经讲到了，但是呢，还有呢，就因为这个管道呢，它的外在的部分比较少，所以说它这个说外在的部分坏掉的也不太会有，所以那你要想到这个，所以在并不是说这个比较适合于已经成熟的花园，而不是说这个花园一直在生长，你要更改呀，要增加等等，所以开始在想好。啊，还有呢，你也知道这些管道如何分布的，都是非常有规律、均匀的分布的。你，水呢也是覆盖呢也是非常均匀，可以很容易预期的，也可以控制好这个成本。有些缺点总是会有缺点的。那可能呢，就是在这个植物分布上面呢。你可能会要动点脑筋，你要将这个水要你这个植物呢要更种在接近这个水管的地方。为什么会呢？这样呢，我们把新的植物种入土壤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我们苗圃里面来的这个土啊，然后直接移植到我们的花园，我们挖个洞。然后你像苗圃里面的它带来的这个土都是很好的，营养很好的。然后我们家的土呢，各种情况不一样，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水不太容易的冲过，所以很难通过这个水。就是它可能就是有，就是苗圃来的土和自家土可能有一层壁垒，就不一定很容易的来通过这个水。所以这现在呢有这么一个很高大上的词，就是有这种粘性。所以呢，那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呢，适应性更好之后呢，慢慢适应之后呢，接下来呢这个水才能够通过这个通过这个不同的这个系统，然后这根植物的根部才能够更好的吸收到水，这是一点。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它一开始会更贵，因为制造呢会花时间，然后呢精力来铺管道等等，所以一开始会更贵，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会有回报的。并且呢也安装的时候也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那设计也要花点时间，你也需要更多的材料、紧固件等等，一些零配件等等。就从我的观念而言呢，那这个为什么政府给补贴呢？那也更多的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好，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设计灌溉系统的步骤。我们讲了这好处，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语言配件等等。那接下来呢，是来告诉大家这个步骤。那第一个呢是评估，以及对这个场地进行评估和测图。那不同的植物呢需要不同的这个水用水量，这是个事实。我们并不是说是统一样的。而是说是对于这个特定的区域、特定的这个用水的需求等等等等。所以说基于我们不同的土壤，我们要做不同的。然后呢，如果你要是等一下呢，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你要是有血的话，你也可以起到补偿的作用。也可以有一个，你可以看到在中间有个点击的一个框，如果你有血的话你就点击，那就可以保持在，然后它不会干，保留在这个管线材料当中去。你可以看到我们有
如果我们的尺寸对的话，那么就最后取决于我们每小时有多少加仑，还是说每小时每分钟有多少加仑。那么最后的一个步骤，我们要讨论有很好的一个一个斜坡坡度的一个坡度。很好很好，我们继续啊。第一遍我们收集信息，然后制作一个地图，然后呢评估地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要弄清楚是不是我的土壤，是不是我们是富有粘土还是什么，到底是你可以觉得你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粘土，在东部地区有很多很多泥土，我们需要去铲这些土。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在中间你可以看到富有很平衡的一个很一些软软的，有很多有机物质。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组合在一起。你可以在中间的话，你有可能有粘土啊，那我们在有些土有可能有沙，他们富有沙，也有可能在蒙特雷，在这个湾区都有很多沙，他们有很多沙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你要确定，这个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对于然后再去安装你的滴水系统，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需要评估的，在我们的场地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弄清楚，你可以看到这视觉上的角度而言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手也可以去摸，对不对？你可以用手我说抓一把来摸一下，你可以在我们去评估一下。如果你要认认真真的去评估，你也当然你也可以认认真真到实验室去分析，有很多原因需要这么做。那么手去测试呢，那么去捡一把土，那么你肉湿，然后把它放到你手里面，然后呢捏成个小球，你要去把它捏，把这个泥土捏紧，把它放成，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把它捏成丝状，你看到这个丝状到底有多少。如果你要是泥土的话，那么水不多的话，那么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尺寸到底有多少的，你可以看到一个更长一点就可以更长，那么真的是那么更长。然后呢现在呢你看到有粘土的话呢，然后呢可以更延长的更多，最后我们是主要就是粘土的话，那么你就变成一个很长的丝状物。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手状测试来确定到底你的泥土 的类型是什么，到底你的质地怎么样的。我们谈了很多质地的问题，有很多技巧，有很多网上的一个资源，你可以用手测试这样的一个质地，那么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罐子测试，有很多网上的资源，我可以说康森大学的一个网上资源，他们一步一步的一个步骤告诉你们。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泥土，然后呢你把用个棍子或者就用泥土，上面有树枝，有岩石，你把它摇一摇，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层次，然后你测试，有看到有不同的，就是说有不同分层的沙子啊，因为你看到这里面是最重的就是沙子，然后呢很快的就是从我们溶液上面掉下来，然后降到平底，然后你可以看到测量一下，你通过这个长期的时间，你可以看最终我们的粘土会沉积下来。用这个信息你可以用这个不同的一个，你可以看到用这个三角形，如果你要是有尺子可以去测量每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到底是占这里占多少比例。你可以看到用这个，这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工具，对你来说很有帮助。我们其中有个专业的一个技巧，就是你要去洗盘子的时候，你洗涤剂，然后你把这个，那你增加这个过程的话，你可以让这个沙子更加的能够沉积下来，而不会互相之间会随机的这个粘在一起，这样你可以获得可更均匀的分散。那么你用就是洗盘子的那种洗涤剂，然后呢就是有的是，而且这是有机的，而且这是生态的有机的，这些洗涤剂是最好的。那么这是你网上就可以获得很多的量指示。那么反正不管怎么样，用这个瓶子测试，你可以看到那个 messenger 是最好的，
那上面你看有标记物，当然标记是最好的。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呢，然后我们可以做那个这泥土的实验室检查，这是更贵。那么你可以呢，就你可以获得就是很清晰的一个分析，你到底是你分析细分化，你给如果你花点钱的话，你可以知道你的土壤里面有什么营养，到底是不是你的一些有当中有没有特定你所需要的肥料在里面。那么一旦知道你的土地上的质地和类型，我们现在快速看一下，如果你要是有很沙化的土壤，那么你的这个模式告诉你们沙状土这个水呢，就是说呢倾向于呢往一直往下，它不会说它是平，相反的它是在这个粘土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这个泥土的话呢，它这个粘得很紧，这个水呢它是平水更水平的分散的，你沙状的土的话更是垂直分往下渗透的，这就是你又知道一个水的一个沙水往下渗，粘土水更加平往水平方向渗透，那么你也知道这个水的这个，你也知道你的土壤的类型，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同时呢，我们还有就是更沙状的土的话，我们更需要频繁的需要水，因为它不能保持水，它不能够，如果是粘土的水的话，那么水的话流失就少一点，这么就可以呢保持了更长的一个时间。那么然后你要确保这个水啊能够慢慢的流，而且呢你慢慢的平衡的加水，但是慢慢大家不要再多，你看我们的水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沙的土壤，然后它你看到摄取率，大家可以吸收水，你可以有不同的速率，你可以看到粘土的话它粘土吸收的每小时十英寸，但是沙状的话每小时可以吸收水分达到60，那么你可以看到有中间，你可以看到一个喷射器的一个流动，你可以看到每小时有25.45，一直你看到不同的不同的一个流量，你可以看到沙状土壤的话每要是你要选择你的，你要根据你的土壤的类型来进行选择。一旦知道的话呢，我现在的话呢，现在就设置一个呢就是简单的一个地图，你可以看到让你大致的了解一下你到底你的这个瓶子看到怎么样，你怎么样去设计你的计划，有不同的要点，我们有一个好小简单的计划，你可以有的人计划很宏大，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有的人有的人的用 CAD 来设计的这个一个景观的一个平面，有这样的有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你知道你的太阳暴露度有多少，我们哪里我们要有阴影，哪里我们要照，你有可以说有些地方有阴影有太阳地方都要规划好，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开始考虑，我们考虑就是说呢水压区域，我们就是把它组合在一起，有不同的计划的材料，可以说他们需要同样的这个太阳的这个暴露度需要的水，可以说呢你考虑，你要去考虑就是说我们的计划，还要考虑我们太阳，还第二步呢我们要考虑你到底就确定就是说用水的这些价值有没有很多工具，我现在给你展现在这里呢，你可以网站，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在我的报告当中呢，这个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那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有这个树桩，你可以看到30，那么然后呢就把这些工具放在这里，这些工具都是免费的，这个呢可以刚才有人清楚我们的一些规划的一些因素，那么快速看一下告诉你们怎么使用，然后我们一直往到你已经使用水的一个计划，我们选择城市，看选择我们的计划，如果你可以我们接点击开始，弄清楚你在哪个城市，大部分是在湾区，在北这个海岸的地区，或者侯塞，你可以选择圣侯塞，你这里可以看到可以让我们表示圣侯塞的话是地区一，我们可以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计划，在这里点击，现在的我不想打扰你，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对不起，我们现在这个搞错了，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植被的因素的这个页面，我现在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现在告诉我好，现在谢谢你提醒，我现在就是分享再一次分享我的屏幕，像我跳过去，然后
我们现在好，我们稍微往稍微快一点移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搜索计划的页面的。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的就是，哎呀，演示的第一页了。那么这个是真棘手啊，真的是。现在呢，这个真是令人棘手的局面。现在需要很多的练习。现在我再让我练习一下。现在再来再弄一次，啊，再找弄清楚了。现在我们停止分享。现在我要用换一种方式来进行。现在我分享这个。现在有了没有？对对对，这看着就不错，现在很好。然后呢，我现在有另外一种方式，你可以再次输入。现在呢，你在寻找你的城市，计划名。现在我们开始 add pandas。你找到了吗？然后呢，就告诉你一直往下，在 Pampers 有一个是适度的水的使用者。现在就是我们所要，你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你需要使用多少水。我们现在呢，我们一直现在我们要做到，我们在你们讨论的时候，现在我们关闭这个，现在来到回到我的。稍等稍等，比那么稍微花的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去跳过去。那么你们就让你们现在你们记住这一点，然后我们回到，同时回往后往回。现在我不能够跳的太多，你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不想让你太痛苦。现在我们看到这个。Then we can really start to divide it up into hydro zones. And again, we're grouping them by water needs. Is it the sun or shade? Wind. 你可以看到就是太阳和阴影。现在呢，你可以看到，那么有的时候是多云。你要考虑就是一些一切的计划，还有很多罐子。有些地方呢会干，还得。有的还有树，还有呢就是说生根的这些一些灌木丛，这个呢就是一些灌水的区域。这里说的我现在的话呢，现在有张地图，我现在就是说呢告诉你画有几种方式来画，有那么这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每一个的话呢，他们有自己的区域，有自己的。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就能这种计划就做出来了。因为有些地方呢有些太干，有些地方呢，那么然后呢之后我们要去考虑，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部分我们有很多 point 的资源。你看这是很好的一个工具，对不起啊，我现在把它放大一点，你们这样就可以看得清楚一点，看到我们的屏幕的尺寸就会好一点。你可以现在呢来到这个网站，输入你的植物有多大，你可以看到这个直径有多大，你的植被直径，你是热温还是冷，取决于你的温度，还是在这个剩下的这个温度，还是说是高还是低还是中，还是有效率有多少，90%的一个有效率。然后呢希望呢这地面的一个时间多少，你们要坚持同样的一个地面的这个计划。不管是在尺寸方面还是什么，还是说是与使用水的因素，都要坚持住。这个计算就告诉你们，你想选择哪个，那么你，然后你多久要能够运营你的灌溉系统？你这个你要记住，有不同的，有不同的这个资源你可以利用。你当你计划扩张的话，你要扩张。现在的我的扩张。现在是4英尺的尺寸，还有不是2英尺的直径了。那么你要这个要调整了，明白了吗？那么在这另外的话呢，就更简单了。从 line source 计算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灌溉区域，你给我们计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用什么泥土，是斜坡，还有这个区域的大小，然后我们进行要灌溉的区域多少，然后要是灌溉整个区域。那么你要，然后呢你要是弄清楚你这个区域灌溉区有多大，那以及调节这个压力，那要不要调到40，或者说我要
那个压力的多多少少，我要这个水流的多少，所以你这些要输入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灌溉线，那什么多少加仑的这个调节那个水表，那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以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信息，那一样，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到，生产商的网站有很多表格。 它有这些说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你需要使用什么样的发射器，这个之间的间隔应该要多少，你灌溉线的这个空间应该要平，该有间隔多少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你根据你自己的土壤类型而需要的这些信息，所以说这个。 土壤类型呢是非常重要的，在选择这个灌溉系统和元件的这个过程中。好，接下来呢，就我们讲的是要确保这个管道水管和管道的类型都是正确的。所以这个系统越大，我们要安装的水管管道越长，那我们对这个需求也会更大。那 在不同的生产商会有这个表格，会告诉你说，如果你增加了多少，你每分钟增加了多少，或者每小时增加了多少这个加仑。那或它上面说的是就是每律师加仑等等，这没关系，你可以自己换算一下。你可能你要看，你要看这个运输水的这个 PVC 管或者 Poly 管，它尺寸直径该要多少？ 所以说，你就是最高呢，你要控制在4.7加仑，GPM 这个单位里面，你这个发展，你系统越大呢，你这个管道也会要求是更用水，随着用水量加仑的增加，你这个管道。 直径也会变得更大，所以说你要根据这个图表来看到，那并不是说只有一点点水，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计算工程。好，接下来你想我们要什么样的水来运通过，以及这个水的什么样的运输的管道。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这个设置这个预定规划的工作。那有一个分区。 你的这个灌溉区域，你可以命名，你可以说几月份，我会说是六月，因为六月呢是，就是ET的高峰，一年当中就是 ET 是什么？就是蒸发，转换蒸发，就是说从土壤当中蒸发出的这个水，也就是说要加上正常的用水，你还要加上这个 ET。 你要点击，它就会告诉你说你每个礼拜所需要的这个水，那一样。那你，它会，如果你点击了这个植物的图片，它会告诉你这个图，植物的这个因素。这个，那接下来呢？那这个应用率呢是。 这个水会有多快？如果你根据制造商的表格，他们说每小时会用到6加仑水，然后他们会跑多远等等等等，这个覆盖率是多少等等，你会把这个数字输入进去。接下来就是那个 DU 或者说是这个分散的这个区域。 那就比如说是低水灌溉呢，是很有效的，它的这个有效率呢是 90% 你可以把这个输入进去，然后你就可以计算一下，你看你在六月份的时候，你这个系统应该要开几分钟，我们要记住要遵守我们的干旱限定，那一周呢，有些地方呢是一周不能超最多两次。 那如果你在规划的时候呢，你最好呢就是用
这个循环浸泡，你可以开开关关，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我会推荐重复三次。那第一轮呢，开。那接下来呢，再来第二轮，甚至说第三轮，逐步逐步的降缓。那是起码要浸泡三轮。如果你不确认的话呢，你可以上网看一算，找一个相应的计算器或者工具来看看。简单方法呢是运行三十分钟，让这个水呢浸三十分钟，然后呢，接下来就看到这个根部的那个球，看看这个土壤里面它灌溉了 有多少土壤是湿润的，然后呢再来第二个三十分钟，这样的你就可以知道你在这个根部的这个球的这个方法来知道我要灌溉到根部我需要多少水，要灌溉多少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新的植物的话，你就算是现状的灌溉，你就算说是有一个根部有个球呢，你也可以说是用这个手动浇灌溉的方式来确保这个新植入的植物是完全是浸透水的。那这样的话呢，用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呢，可能会更高效一点。好，接下来就讲一些常见错误。我们来看我经常会遇到的这些错误。那 Ron 我的好朋友呢，我很感谢他告诉我的这些分享。我们对于这个管道的尺寸和可获得的这些水流啊，在这个里面的这个需求会更就是太过大。我们把什么都是放到最大化，这些很常见。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射器呢是错误的类型。然后呢，对于这个土壤，对于土壤类别而言，这个发射器呢，水流和这个分布呢是错误的，不合适的，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严格按照生产商的这个指导，可以确保我们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是用手灌溉的话，那或者说一开始设定的这灌溉方法不对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后续的问题，特别是在管道这个现状资源而言。那首先呢如果说你有这个根部的这个球体能放置的话，那也要这样也可以帮起到一定帮助。那这个表格也是的，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个图片，那看起来还是挺好的是吧。那这个发射器的这些圆圈的发射器上并不是对着这个根部球这里，你要把它给再往里缩一点，就是靠近这根部球这里，这是你可以做的。你也可以再回来把这个拿出来，等到它正常在生长的时候，然后你可以临时做一下。那或者说呢，就不要是标准的圆形。那还有一个呢是，你使用这个黑颜色的玻璃管，然后呢又换到了这么一个 inline 的灌溉，所以这是有这么一个空白区域。他们使用紧固件来设计。将这个 inline 灌溉系统，这个呢，它这个紧固器可能并不是
设计起到连接这两种不同管道的，可能会导致泄漏、漏水啊，或者说是损坏。Chad， 我们还有几分钟啊，你给我们问答环节留点时间。好的，好，我快，是的，我几分钟就能讲完，谢谢。成熟的树呢，我的要说的呢是开始，那就是75%，就是来自于这个灌溉线的，来浇成熟的树的话，所以你要在那个区域，你要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域来进行浇水，不要浇错地方，这是常见错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管道呢，离这个根部的球太远，这是两个，这是两个根部球的这个湿度测量器。你看，一个是在这个根部球，它显示很干，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根部球的上面，它显示很湿，所以你这个位置就是做的不是很好，这个水流流不下去或者怎么样子。所以说特别是对于新的植物而言，你可以做单线舌状的这个管道分布。那好，或者说你也可以在这个当中呢，你可以放这个空白管道，没有发射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你不打算种植物的，你也可以做双线啊。不管怎么样，你是在这个根部球这里都有，我是喜欢这个，搬一个堵塞的话，你另外一个备用的这个线。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的管道。有个问题，那不要在覆盖物上面来浇水的，尽量呢是在土壤里面灌溉，把覆盖物放在土壤的上面，这也是很浪费水的，就是把水浇在这个覆盖物上面，应该把水放到这个土壤的里面。那接下来呢就是从这个喷水灌溉到滴水灌溉的转换，它有很多传统的工具，你要检查你的阀门，你要看你的这个双侧的线路呢都是在好的状态，是不是可以重新再使用。那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特别是在一个压力测试好使用好的产品，那这是在过滤器里面让它的来调节它的压力，看起来像一个喷水器一样的。那它有这么一个在利用使用的这么一个工具，然后就连接到这么一个管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简单的设计，你就可以转换，将一个喷淋器然后转换成这么一个压力转换器。那你当然你也不能说对，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好的来计算说我大概要用到多少水，更好的来控制等等。好，还有一个这些保持保养的这些贴士，那这个冲水系统你起码是要在这个最高用水季节的一年之前要做好。那特别是对于发射器而言，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积累的太多而导致了一些堵塞，不能很好的工作。那这些脏水系统，这些泵，那你可以看该换的换，该修的修。然后呢再说一次，就定期的话你要去走一走这个区域，你看看有没有这些，有没有断裂，你可以看这个滴水系统的会告诉你们你有什么问题，你走一走你看一看。
你可以听到这个滴水的声音的，这很容易的，因为这是很经常发生的，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有断裂。要记住，你们觉得你要珍惜水，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那么现在停止分享了，现在我们到了提问回答环节了。现在呢，我们听你们看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谢谢你，你这个报告呢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信息量很大。现在我们有10到12分钟的时间听你们提问。你可以看到要批准，到哪里获得批准的？有两个，这两个。你把一个叶子放在最高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有棕色的一个血，你要让这个空气呢就是保留在这个系统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冲水系统，你要放到在整个点的这个区域的最后末端，这不一定是最高点，如果你在这个斜坡，你最低的这个区域，你这一个冲对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说所有的水通过这个管线一直到这个冲水系统，所以说不管你用到底是用不用这个排水系统，很好。最后的话，鲁加纳森提的问题，他说，如果是还有是低中高，每分钟多少加仑，多少小时加仑，到底是低中高，到底哪个算低，哪个算中，哪个算高呢？那么每小时多加仑，或者我们使用最大的 ET 的一个百分比，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业务当中，在我们这个世界种这个植被，肯塔基的一个植被，绿的一个，红的一个，软的，这个很糟。那么然后呢，我们认为呢，这是最高的，它用水量很大。100%的水用于我们的种植呗，每所有的水也有的呢是一个这肯塔基的这个植被的一个百分比，你可以说比如说中的话应该是0.4-0.6算中，在这样一个量度中的话是中间50%，不管有每小时有多少加仑，不管的。但是高水温用水量很大的植被，一年的话跟那些低用水的这些植被相比的话，一个是就比如说用水量很大的植被需要一年要7加仑水，那么中间就是2，那么低的话低用水的植被就是1，你怎么去解释不同的这个把不同的要素变成不同用水量。嗯，下一个问题，你们需要多少维修，那么我们去就保养我们的这个50%还是100%？对，经常的话你看到这个系统的话，这是个噩梦。对于家庭人来说，就是说我们要运用这 line 的 source， 所以我们需要对于我们家庭业主来说，我们有业务空，我可以说至少百分之五十，这不就算不多，比如说3或者4、2、3。根据它的这个性质，在这个管线的外边的这很容易弄错的。如果你要维护，至少能够最低限度维持的话，那么你要50%就要维修了，很好。下一个问题，如果你要开始在我的这个，我们有几个区域的这个滴水系统，是不是我们要几个要同步进行呢？你可以说我让你呢，我们也提到呢。你是不是每一个这个水系统每一个同步运营，还是每天弄一个系统？有没有分得好？你说的问题包含好几个，我们一个个问题来问。那么三个区域同步进行，那么同步进行，但你要确保呢，你要足够的水的供应，你要很小心，因为你的水的这个仪表可以说要能够供应这么多水，比如说你有可能只有8或者13加仑，就有可能更多一点。你不可能有这每分钟有这么多的加仑的水了。如果有五五五的一个加仑的区域，你要看看最多的那个这个设计的这个流量是多少，这针对你的要适应你的这个仪表。
那么总的来说呢，在我们在一个区，我们一次用一个区，等到一个阀结束了，然后再做运作下一个阀。那么一个个来，你要是要开始运作不同的时间呢，运作不同的阀，这是最好的做法，就是这个对于做一次运作一个阀。从商业角度来说，那你没办法。商业角度，那么你几个阀同时运作，那没办法。那么现在开始，那么这55，那么你是不是每一个呢？每一天都运作不同的水的区域呢？不是说每天运作不同的这个水的区域，比如说有的是成熟的水，有的是新的植被，这个频率运作的这个情况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数有可能每隔十天，那么新的植被，那么你每天，那么每隔几天又要浇一次水，所以说呢，那水的区域的话有一定的频度的话，就是使用水的这个要求，你这问的问题很好，我可以用这个高水位一二三，在同一天都没有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谢谢你 ，Taki， 真的很好。你要用多少，每一个区用多少个仪表，多少个水表呢？我不能回答。看，就是你要做调研，你看你家里的情况，你自己弄清楚。第一个事情我想说的是，你不要放很多的仪表，如果超出你的水流量，这个呢，这个规则，你可以你想放多少仪表，放多少水表。你现在看到这些我们这些规则，你当然明白。你看到每分钟有多少交流，你呢还要了解，就是说这个管线的尺寸，你要尊敬多少，我有在我的仪表上有多少的水的容量，水量你可以，这个取决你的就是看你的水账单，你到底需要多少水表，每分钟有多少个交流，还是说是什么。你要自己去衡量，这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好，那么谢谢你。那么现在呢？好，下个问题呢是你可以说一下，那这个管道的长度和压力的这个区别，这。什么样的长度比较合适？你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应该有这么也写一页的。那这个管道越长呢？那它更有可能会有这个那个分段，这个水的也会慢慢的流过，就也可能会坏掉。这个水呢就会没有压力，随着越跑越长。所以在网络上也有这个表格，你可以看一下。会告诉你说，不要跑什么半英寸的这个大小的管道，不要超过什么300-400尺等等。当然，这个只是我现在大概想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管道越长呢，它会消耗掉更多的压力。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克服。你要使用这个压力补偿发射器。如果你在这个很长长的线上面的话，那这些 PC 发射器呢，它会有做很好的工作，就是说从这管道一开始到这管道的这个最后，它都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压力来进行灌溉水，要确保最后还是有这么一点压力，然后希望这个最后这个它还会有就是生出来说告诉你说压力还是很好的，希望有帮助，很好。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讲一下，在那该在这个一个表面的这区域来进行灌溉，在那这是。那我会想说。我要怎么更好的来做这个工作？那在这个草皮这里的区域呢，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土壤的类别，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土壤类别，你有
在你整个区域呢，土壤都是相同类别的。如果你可以说，你在这里呢是粘土，那里呢是灰质土，然后呢那里又是岩石，那特别是你是硬质表面等等的话，所以你要把这个管道要放在土的下面，你要确保这些都是土壤都是一致的。那还有呢，你这个包括管道的类型也是很重要的。你在草皮下，你看最后呢，今后呢，你会要确保要留出这么一个空的区域，说今后可以把这个给拔出来，有营养啊，空气啊等等，就是灌溉进去等等。那你不可能说，到时候在管道上挖好多个洞，怎么，你看都是规划在前面，有很多高效的、很简单是，我会说是，他们还非常，那有适合说就是适合你特定的这草地空间的，特别是对于那种比较潮湿的地方的这些工具，那。特别是对于商业机构而言，那这个草地，你说你是有时候有很多人啊聚集，有音乐会等等，那这个都会帮助到我们怎么样子更好的来使用。要确保你一定要查看这些阀门，要看那些在线道内的管道内的这些。因为一旦关闭的话，你要看到有这个水表呢是不会漏水的，因为这个根呢，如果没有这些检查的地方呢，你就不知道下面情况怎么样子。那它有很多不同的生产厂商有类似的产品，有这么一个 copper， 那我想。这个铜是一个天然的抑制这个种子来生根的，很多人是用这些化学物质来防止种子生根，来防止在发射器旁边生种子。那这样的话，其实发射器周围呢都是一片都是不生长的了，那所以说用这个铜是很好的方法。好的，这是很高兴大家可以知道这点。这是最后一个问题，谢谢 Chat 和我们分享，我们很激动。这是我要想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啊，这个就是我们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eva@dailyx.org。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会有本次研讨会的音频和视频。好，谢谢大家莅临光临。好，这就是我们最后结束了。好，谢谢各位。好，谢谢大家。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本次会议的最后有一个调研，等到最后屏幕大家关闭屏幕之前会有一个调研的